Ich gehe schon. Hey, 邝将军。 唐山先生和向海英小姐呢？瓦格纳先生的咖啡很好喝，你要不要来一杯？现在不是我喝咖啡的时候，我想和瓦格纳教授好好的谈一谈。请说，我来帮你翻译。 Er will mit Ihnen reden. 教授。 我想尽快地拿到我们的研究成果。 Er möchte die Forschungsergebnisse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General, Versuchsreihen brauchen Zeit. 实验是需要时间的。按照我们的协议，今天您应该拿出第一批气体种子，有异议吗？ Nach dem Vertrag sollen Sie heute die erste Lieferung des Giftgases bereitstellen. Wenn Sie mir nicht glauben, können Sie uns gerne den Vertrag nochmal ansehen. Ja. 没有意义。好，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您对工作的严谨和守信。种子呢？ Gut. Versprochen ist versprochen. Wo ist der Kristall? In unserem Vertrag steht auch, wenn der Auftraggeber den Auftragnehmer stört, dann muss die Vertragszeit verlängert werden. 讲到合约，我们的协议上面也是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甲方干扰了乙方的行为，那我需要。 推迟实验的时间。我干扰你了吗？ Habe ich Sie gestört? Ja, Sie haben mich gestört. Der ganze Kampf hat mich psychologisch schwer belastet. 是的，严重的干扰。自从你逼我看了那个杀人游戏之后，我的心里受到了严重的阴影。瓦格纳教授，你可别忘了。 Vergessen Sie nicht, Sie haben auch Menschen getötet. Ich wurde dazu gezwungen. Das ist 被迫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主动愿意杀人。你刚才说，往后延续，延续到几天？ Niemand will andere ermorden. Wollen Sie die Forschungszeit verlängern? Ich brauche noch ein paar Tage Zeit. 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这不像你做事风格呀！几天，我要的是几天。 Wie lang? Er will genau wissen, wie lang. Drei Tage. Ich brauche noch drei Tage Zeit. 是的，三天。好，我等你三天。 Er wird drei Tage warten. Julie. Danke. Hain Shaoxi, Yixin Zhi, Shenzhen. Danke. 继续享受你们的咖啡吧。 Herr Wagner, warten Sie zuerst hier auf mich. Ich gehe raus und sehe mich um. Kommen Sie nicht raus, bis ich zurück bin. Shanghai Yin, ist sie wach? Sind wir in Gefahr? Momentan noch nicht. Ich habe gerade nicht übersetzt. Verstehen Sie etwa Japanisch? Ein bisschen. Ein bisschen kann ich verstehen. Nicht viel. Ich gehe mal schauen. 将军，他虽然清醒了，但还是很虚弱。向海英小姐，海英小姐。 将军，快躺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没事儿，这是家族遗传的贫血症。
休息一两天就好了。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谢谢将军，没有要求，我就想静一静。好，好好养着。我外边安排了人，有事随时呼唤他们。谢谢将军。可是将军，能请个女的来吗？我这里暂时动不了，很多时候都不方便。非常抱歉，我们这里边没有女人。那能请新芳小姐过来帮下忙吗？放心，我马上把她请过来。谢谢将军。不客气。站住！对不起，不准出动。身体没有异气，我不能确定。你不是怀疑他是中毒吗？从症状上看非常像，但不能确认。你能确认什么？将军，你所说的这些必须经过血液化验，只有化验才能确认。需要抽一点他的血送到山外去化验吗？跑不出我的手心去。藤山君，哎，请新房小姐过来照顾一下小阿银小姐。哎，严密监控他们，不能离开半步。嗨，石将军。嗨，每半天检查一下他的身体，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嗨。柯老师，今天晚上走不了的话，明天向老师就可能帮我。是啊，阿姨和瓦格纳肯定出了一些什么状况，要不然日本人不会这样突然袭击我们。那就是怎么样才能和他们接上头啊？是啊，怎么样才能跟他们接上头？应该是我哥带人堵的，那边应该出事了。我看是出大事了，上面洞口也封锁了，怎么办？走，过去合计合计。藤山先生，夏海英小姐，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需要别人照顾啊？这我也不清楚，是将军这样办，我希望你能照顾好夏海英。わかりました。頼んだぞ。小姐，海英，我去给你倒杯水。不用，你居然敢谋杀我？没有，只要我开口，你就得死。但是你没有开口，谢谢。无论如何，
反正我明天也要暴露了。你们给我打的什么？毒气停成液，分量非常少，你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只是暂时性的昏迷而已。我和瓦甘娜暴露了吗？你跟恒伟阔是怎么说的？我什么也没说，我只说是我家族遗传的贫血症。谢谢。少来这套，我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从现在开始，你还有孔芳等人必须得听我指派，否则谁也别想走。我们手无寸铁，没有能力帮助你刺杀恒伟阔。我的目的不是刺杀恒伟阔。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出去打盆水，看看有没有人见识。报告将军，我已经把那个仓库贴上了封条，任何人不准进出。你刚才说仓库里面有五个人躲着。嘿，你进仓库检查了吗？是的，还是原来的样子。厂长谭震在里边吗？他不在，副厂长刘百刚在。命令部队洞口内外严加警戒。嘿。不用了，你要想清醒，可以给你自己擦擦。我刚才出去看了一下，日本人现在对我们的确看管得很严。是对你看管得严吧？他们对我并不关心。你倒是挺自信的。哎呀，怨我，怨我，怨我，都怨我。大河啊，你别自责，不信你打我话上来。你没逃出去啊，兴许是救了大家。你逃出去也好，不逃出去也好，都不影响小鬼子把山洞给封锁了。可是如果你真的逃出去了，那咱们现在团部根本就不知道咱眼下所发生的一切，不知道咱们的计划就会失败，损失那就大了去了，你明白吗？说吧，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我的任务是要销毁毒气种子，还有制造毒气的配方。那你之前跟我说的都是在骗我的。骗你？那你们对我的伤害更大，绑架、关押，甚至还有谋杀。我跟你计较过吗？你心里最明白，如果我要跟你计较，你根本没可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好吧，我承认绑架和关押，但我绝不承认谋杀。在这种非常之地，咱们两个最好还是彼此坦诚的好。在这虎狼之地，你居然需要我坦诚？别跟我玩这种低级的心理游戏了。信芳同志，我不是你的同志。同胞好了吧？说实话，当时我听说你来虎头山是有来无回，虽然心里很感佩，但是还是挺难受的。但是你现在说你还想活着回去，我真的很欣慰。不是我想死就死，想活就能活得了的，你欣慰的未必太早了。你现在应该为你的生死担忧才对。哎，不对呀，怎么不对呀？问题它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呢出洞没出了，被鬼子发现了，
追我，我又回来了，然后就封锁了。哎呀，不是，跟你没有关系。鬼子追你回来之前，那洞口就封锁了，你明不明白？啊，事情已经这样了，再分析也没用。报告，院长，我有不同意见。说，院长，地道被堵死，洞口被封锁，你说你哥从哪儿下来给我们下达指令？封锁是暂时的，院长，时间就是生命了。你什么意思？你看啊，你哥现在什么情况咱们不知道，向海英老师现在什么情况咱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咱们没有被暴露，对不对？我暴露了？你别插话，我指的是咱们这个据点。既然咱们这个据点没有暴露，那我就可以发挥我的最大优势。我明白老陆的意思了，你是想说，趁鬼子头还没有察觉之前，如果他敢冒头，你就一枪崩了他。连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下达命令吧。不行，连长现在是杀恨我国最佳的时候，如果他要发现了蛛丝马迹，等他反过劲儿，咱们再杀他就没有机会了。鸟无头不飞，我同意老陆说法。那个蛇无头不走。同意，哎，同意。对，反了你们还！我说不行就不行，杀了鬼子头，逃出去是好，逃不出去咱们全完蛋。我想知道你拿到毒气的种子和配方之后怎么逃走。我现在不能告诉你。那你能告诉我什么？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在我完成任务之前，你们谁也不能走。更不能带走瓦格纳，否则我们就是玉石俱焚，绝不是威胁你。因为我有个七岁的女儿在组织手里，所以我必须完成任务。他爸爸呢？三年前空战阵亡。你的意思是，如果你完不成任务，你的组织会杀了你女儿？不，他们不会杀她，会把她培养成跟我一样的人。连长，自打我报名参军打鬼子那天起，我压根就没想活着回我们的济南府。没说你，出生入死对咱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兵工厂的有生力量，他们是国家的人才，咱不能胡来。连长，我明白你的道理，你是指的是在能解救的前提下。现在我说的是，如果解救不了呢？如果解救不了，现在是杀横门阔最佳的时机，过了村就没这个店。陆大，怎么就营救不了？这不还没到绝境吗？连长，这还不是绝境吗？陆大，你说我到，把他枪给下了，在那儿呢。拿好。不是，连长，你为什么下来？枪在你手里危险。觉悟，大哥，有我的命令，不准留打木枪。是。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原地待命。去哪？我在这儿歇会。回来，原地待命。坐下。知道我们这样的人叫什么吗？特务还是间谍？叫鼹鼠，俗称不见光。其实我心里有理想过，我的理想过就是在那儿没有像我们这样叫鼹鼠一样的人的地方，所以就算不为了组织，我也必须活着回去，不能让我的孩子跟我走一样的路，懂吗？我理解你，但是恐怕配合不了你，因为明天我自己都要暴露了。你真蠢！我跟你说过，只要你配合我，我就能帮你。你怎么帮我？只要你答应，你和孔芳都配合我的行动，
我就一定能做到救你。好，我能配合你，但是我必须跟你说真话，孔方未必能够配合你。那你还救我吗？In unserem Vertrag steht auch, wenn der Auftraggeber den Auftragnehmer stört, dann muss die Vertragszeit verlängert werden. Ja, sie haben mich gestört. Der ganze Kampf hat mich psychologisch schwer belastet. 3 Tage. Ich brauche noch 3 Tage Zeit. Sie hat 谎言。他做事一向严谨，从不食言。按照协议，今天他应该交出塔崩的种子，但是他却没有。我们不懂神经性气体及研究过程，极难判断瓦格纳及言行。极难，并不是不行啊。叫石田太郎，带上实验过程的素描过来。嘿。我想好了，我还是会救你。谢谢，你别忘恩负义就行。那你要给我忘恩负义的机会啊！你躺在这儿动都不能动，怎么救我呀？谁跟你说动不了？你别逞能了，没事儿，给我倒杯水。哎，将军，十点太郎。到了，捍卫将军。是。我要开，你出去看一看，有什么情况。是。这也是人体实验吗？报告将军，这是我随手画的，由于急着过来忘记了取出，请将军恕罪。这有什么可恕罪的？这是你的家吗？是的，将军。日本国真是太小了，也很像我的家。能送给我吗，将军？这是习作，还拿不出手。你当军画师可惜了。签上个名字，送给我吧。嗨。将军，看见那个电源盒没有？
你把零线和火线打在一块儿，会吗？听不懂。你怎么这么笨？就你这样还当大学教授？我教的是心理学，不是物理学。零线和火线搭在一起会使电力短路，我必须趁黑出去一趟，到他们的电报室，不把他们电报机捣毁，明天你就死定了。你到底行不行？我也不知道。扶我过去。这什么？这是干嘛？一会儿你要用筷子夹住它，把这两端放在这两个孔里，记住，一定要用筷子夹住。这个我知道。记住啊，用筷子夹住放进去以后，我想煽动你的电力就会短路，但鬼子一定会马上修复，所以当你看见灯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在我回来之前不能让电力恢复，否则我肯定会死在你前面。我知道了。佘天君，你在731部队的时候，也是画活体实验过程的吗？嗨，按照你的经验，瓦格纳教授的实验结束了吗？报告将军，上一次是细菌和糜烂性毒气的实验，跟这一次神经性实验不同，所以我也不能确定瓦格纳教授的实验是否结束了。所有的实验都大同小异。说你的直觉。将军，我的直觉是结束了。你的直觉是对的。我虽然不懂毒气，但是从你的绘画过程当中，我也能读懂点门道。这个瓦格纳教授真是个老狐狸。石天君，把他收拾好，带回去，保存好。嗨。能不能不出去了？太危险了。我必须要出去了解一下情况，一无所知才是最危险的。赶紧组织人吧。啊，好吧好吧，老孙快组织人。好，来，大家进来吧。快快快。
绪好了。你干嘛闭上眼睛啊？你懂什么？我要学会比他们更先适应黑暗。你真的很有经验。作为教授，你应该惭愧，你的生活常识实在太差。伟空，彭伟将军，我是工兵队五长山本，奉命检修电路。口令三加七。是。去吧。哎。
合言葉、明日出航。14。貴様誰だ。待て。合言葉、六田差し。合言葉、六田差し。答えろ。さっさと撃つぞ。16。你去我房间吧，不能去，一会儿日军肯定会挨个房间搜查，我想这儿应该是最安全的。